啊，我们的灯光是透过光雕就呈现孔子儒家思想的文化理论素文成效的为核心价值。可以啊，可以啊。然后这是我们的题等等，我们用我们孔子的吉祥物作为那个孔子跟熊结合起来叫做孔子的提灯，对不对？我们是要传播那个孔子的儒家思想以及那个绿源环保，跟他两个结合在一起，打造出来的小提灯。啊，那种。